咦，这边有僵尸。玩家，玩家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是卡住吗？他打招呼，嗨，嗨。嗨，给他什么？给他。嘿耶，好多人来这里打招呼，好开心。我走了。哎 你好了，他跑去你打啊？僵尸了。我把子弹送他了。哦，你要去哪里玩？哪里玩？你要去哪里玩？咦，这边有僵尸。看他，你后面有僵尸。对，也太好笑。他去哪里玩？是东大楼他啊，们有人走。挂掉了。有人挂了，人挂了，为什么？不知道，被僵尸玩死了。他包包在这边。我的队友应该会帮忙捡吧，对好吧，我们不用理他了。不对？他看起来是他们一挂的。大概吧，两个玩家在一起的话。对啊，这洞他们好像探索过，嗯哼。那还会有东东。We both have a miss 四。这没有边吧？有二楼哎，哦，还有三楼，M14 best shot。什么？嗷嗷嗷，好哦，小痛！心，你在哪里啊？我看不到你了。他在这里呀、啊，你在火堆附近吗？这里，哦，我看到你下来了。这边有一个很高的楼梯，哦。这摔下来感觉会很开心。被痛死。因为我爬到最顶了，哦，我也是。有哇，听到这僵尸的声音。没有东东啊，有哎、欸，有僵尸，为什么这边会有僵尸啊？这边可以狙击下面。呜、哦，没有，小心不要爬上来。摔下去不是闹着玩的，摔下去肯定直接升天。必须要。这边狙击有到吗？你说一下嘛，这边是，我差点直接跳下去，没差呀，会死人吧？这么高哎。我没死啊，我有说扣。我刚刚直接冲过去，差点就直接摔下去了。天啊！你以为我直接跳下去吗？哎、欸，我到这里，三楼。你到哪你里到啊？这里好吗？这里，我没看到你在哪里我到楼梯了啦。你上面又没东西。哎。哦，你回楼梯口了。对啊，我在这里，要踩这里哦。会痛！痛。今天你在这摔边摔有的。蚊子。这边有僵尸的声音，好多房子哦。这边是旅馆吗OK 哦。？Hotel。有僵尸的声音，不用理他。要吧？嘿嘿，嗯，有一招再说，说的也是。一招就用枪。哇，到处都在敲门呢。他们好像很想出来玩。你活不是，该，我听到门碎掉声音了。我不太怕。你不怕是呗？我们不是都已经全副武装了？是没错啦。嗯？而且我带了很多那个啊，我有25个绷带。你怎么直接不见了？我怎么看到你消失在一个墙壁？哦，在后面。我在这里啦，我在检查每个房间有没有东东可以看。他们应该没有爬这个楼梯吧？嘿嘿嘿，不知道哎。知道，真的都没东西。那我们下去。好哦，我就听我后面有一个僵尸的声音，东区，搞不好在楼下的。东区，喂，僵尸下去了。就是掉下去，自动把僵尸引过来。啊！我也摔下来了。
我知道要怎么跳，等一下。你小心。咦，这样就飞了。赞哦。然后这边，这边感觉一堆僵尸。先出去，然后再回去。哦。我直接在底下，这边怎么有一个奇怪的？还好哎、欸，我只有扣一点东西。那我直接跑。嗯、这边好像有一堆僵尸哎、欸。有吗？被挡住了。卡住了。摔下去，好了，没还好，一点血，真的摔不痛。因为我们没有直接从这上面跳下来。嗯，到最下面了，哦。对啊。嗯，这是哪里啊？我好像跳过头了。你跳到哪了？天井。哎、欸，我回不去了。我是笨蛋。你到哪了？我在这里哦，一楼、哦。我在这里哦。哎、欸，从这边下来啊。哦，原来那边下去，我傻傻的，我在想说是不是没路了这边。僵尸哎，他怎么找你而已啊？不知道，我要觉得你比较像。怎样？哎、欸，你背后有个袋子。真的、哦？你看，在水旁边。里面有剑欸，我喜欢。真的哦，你的剑士哦。不是，它里面有剑。有剑。有剑，基焰剑。那这边该不会也有吧？依照相对论，你这边真的也有一个。里面有剑一等于不要。还有卫生纸，我拿走了。你要卫生纸看。可以分解成布类。然后嘞？然后如果以后要盖根据地就可以用到了。好吧，如果那我要负责盖你的根据地。哎、欸，我拿了个小包裹，一堆僵尸哎、欸，好多僵尸哦，好凶。我好像在浪费子弹，浪费僵尸。还好我应该拿近战武器敲他就好了。我到底在干嘛？因为屋顶，你看屋顶有一堆僵尸。屋顶。对啊，你往上看。不是那边哪、啊、另一边那一边，我们爬过的那里。真的耶，我们把它打下来。你打、哦，我都会还要收。下来了。摔死了。直接摔了。摔死了。那我也打打看。你的剑会在上面下不来。哦，你拿狙击枪。好自豪哦。哇哦！你的声音好大声哦，那把枪。我点了。你要吃马铃薯吗？好啊。那我们在后面。好多、哦，24个。我身上还有一组。哈哈。那刚收的都是马铃薯，简直有病。为什么收那么多马铃薯？可是马铃薯不能卖钱，就有点尴尬。搞不好官方就是知道马铃薯不能卖钱，才种那么多马铃薯。如果种萝卜的话，就会干爆了。哦，帅哦！我只是觉得，我只是刚刚就看到它这边有个袋袋，真的没有个消防服可以买。三罐药，我拿走了。你要消防服吗？不用，还是你要咬？我小袋袋了。你有小袋袋哦，对，我捡到一个小袋袋可以装食物。哎，小袋袋放食物刚刚好。小袋袋放食物，大袋袋放那个道具吧。那边也有一个小袋袋。小袋袋。难。我拿走了。一大大裤啊。消防服，还有一只。一等的枪烂欸，这边这里不是二等的吗？哎、欸，我好像在一等的地方有捡到二那个四等的武器。哈，这什么几率？对，好怪。哦，真的是近距离就打不准欸，真的是。好啊。嗯，对啊，近距离打不准。改狙击枪好了，反正我狙击枪也买了一些子弹。所以近距离管还是直接斧头猫上去比较好。对，
部里长，有一我要买那个，我要买那个武士刀吗？僵尸。哎、欸，我真的瞎撞。嘿嘿，我的。哦，你先撞。这个家要怎么进去啊？破窗吗？破窗哦。不会吧？怎么破啊？对啊，开枪。对啊，开枪就可以破窗了。你去哪里啊？你不破窗吗？这边比较近啊，你看。说的也是。我们抢劫了。真的抢劫，真的抢劫的感觉。可是这样冲进来会不会没东西啊？这可能会有僵尸。可能会有僵尸，没错。为什么会没东西啊？他可能进得来，只是我们找不到入口，所以就随便开一个洞。嗯哼，这边可以装水。哦，刚好我渴了。渴了没？在这里哦。要开枪吗？为啥要直接开枪？进来啊！你知道那边干嘛？我在外面拿水喝。我还以为你在外面卡住了。我听到僵尸的声音了。对，一等的裤子烂了，一等的鞋子。这里就两等区域。两等区跟一等区比一等区的奖厉害了。我看到门了。啊？我看到门口了。我一堆僵尸想进来。他进来。愉快。嘿、欸。门爆掉了。怎么爆掉？被我打爆了，被你打爆了，僵尸吗？门应该是被我打爆了。门哦，没差。僵尸被我打爆了，都行哦。这个玻璃门被我打爆了，原来玻璃门可以打爆、哦。玻璃门进来也可以打。对啊，真不可思议。话说身上你有你的见识。真的、哦，等等再给我好了，打。我不是很想射箭，虽然我的箭太神了。嗯？我太神了，干脆用这把好了。怎么？你不是很多钱吗？不想买一堆箭矢来放？我买了很多箭矢啊，但是我不想。有买几只啊？我买两组。我天啊！如果可以做箭矢就好了，好像有根据地就可以有人做箭矢这样子。是哦，对啊，这个房子也没装修啊，这是我们刚刚来的。好穷哦，好穷。果然这附近比较穷，军人那边比较富有，营区啊，玩营区比较有钱。所以房子都很穷。大概。房子的话，应该不太有钱吧。哎呦。哎呦，三只僵尸在前面，好多只。对，好不好？对啊。哦，哎、欸，有好大的百货公司吗？那个右前方那个、啊、是百货公司。那個、百货公司没错。你去过了、啊？那时候二楼没有僵尸，对吧？哦。那我去过了。对，我看一下我捡56只还行啊，不捡。我要先解决一个那个。时间内不捡会那个吗？嗯，捡不见吗？会啊，会不见啊。它不是左边会有在刷新吗？地板的掉落物会被刷掉啊。这么惨。嗯，一段时间后会刷掉，不然的话，伺服器一堆掉落物。那可是会严重消耗效能啊！哦，僵尸在面前刷出来了。哦，你打死了。对啊。那只僵尸好可爱，在跳舞。它在跳啊跳的。这只僵尸在里面。RPG 我觉得比较可惜。RPG 居然不能用，想哭。体育馆对面就这样直接进去。我吃马铃薯好了，马铃薯不能卖钱。
好啊。马铃薯不能卖的话，就吃马铃薯就好了。我的剑。你要剑吗？不用不用，我这边很多，只是。哦，等我拿一堆再还你好了。不，等回休息区再还你好了。对啊，你等回休息区再还我。反正我就算没剑，我身上有一堆。我只是很怕吃了一次就没有了。如果你捡起来还比较好，如果它变成消失的掉落就不好了。嗯。那我们进去吧，里面一楼还是会有僵尸哦。一大堆啊，在跳。哎、欸，有箱子哎、欸。有啊，当然有箱子啊，但是一级的哦。功能里面是乐色，我捡绷带两个，不错啊。你去二楼了？你在哪里？我在麦当劳这里。麦当劳？哦，我走错了。哦，我看到麦当劳了。啊，狙击枪没子弹了，没关系，我还有 M16。有二等的帽帽哎、欸。哎呦，不错哦，可以去送玩家，送新手专用。我刚刚把包包都放到那个了。手电筒你不捡，之前还省着用。为什么要捡手电筒？拿去卖啊。卖掉。我觉得留给玩家不错啊，手电筒很贵嘛。你之前都手电筒多少？手电筒100块啊。100块，我又捡到那个哎、欸，手榴弹哎、欸。怎么会捡到手榴弹这种东西？手榴弹不是很好吗？手榴弹，我有一颗苹果、啊，我不要了，吃掉啊！啊，绷带，军人箱我总是绷带。哦，好哦。我得到两等了、嗯。这边好多袋子哦，开心呢。不能卖的嘛，你是。虽然这边很多袋袋啊。猎弓，气死我了。不要猎弓。不要猎弓，我们去二楼吧，二楼没僵尸，完全没有。哦，猎弓的话，我也可以玩你弓箭的。你要玩弓箭？对啊，你现在有一支箭在我身上。如果我捡到十字弓再给。十字弓直接买就好了，也没多贵啊，其实。有背包款。你没有期待小袋子吗？哪边会有三级的区域啊？你是不是去过一个军营？军营，有人在卖 RPG 哎、欸，啊？有人在卖 RPG 哎、欸，可能是发现 RPG 没伤害，所以在卖 RPG。哦，这边有没有？话说我怎么都没捡到枪啊？我们去二楼吧。我现在身上只有两把枪。你找二楼跟我捡一下。啊？我笨死了。找楼梯哦。哦。僵尸啊！没关系，到水里。在水里干嘛？喝水，无限喝水。是这样吗？应该不会有土匪吧？应该不会吧？你背后僵尸？哎呀，只要等你移动才咬你。二楼，我忘了二楼楼梯怎么走。是哦。你记得吗？哎、我没看到。这里吗？哟，我拿到 mini 14。好哦。还是我不喜欢。不是的 ，mini 14是什么？突击步枪吧。帮我找一下，注意一下有没有楼梯这种。我真的忘记楼梯在哪。好多军箱哦，这里。超多的啊。二楼更好，二楼完全没有那个僵尸。嗯哼。所以我在找二楼在哪。里面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警察箱哎、欸。跳什么跳啊？可以分解。这里原路搜刮东西，哎呦！
就给你了，好了。交给我了吗？对啊，给你赚钱钱，看能不能跟我一样多。哦，楼梯，太棒了。嗯。不痛。哦。我还是赶快去。好。哎呀。好。太多僵尸了吧！我天。反正我会。哎、欸、，mini 十四不是步枪吗？为什么它发射速度这么慢呢、啊？奇怪。不知道。对啊，发射速度超慢的。哦，我们去二楼。完全无视他。哎、欸，而且打不中，好烂哦！拿去卖。里面还有一个医药箱，你要吗？我现在好大箱。包包太多东西。捡起来。等一下卖掉。二楼完全没僵尸，可能一楼三楼，一楼把僵尸的量都刷完了吧？哇，好高哦！一楼太多僵尸了。我三楼，你去二楼收吧。那我们去三楼吧。那我们一起去三楼收吧。啊？二楼，我在三楼吧。交换物资。啊！有一个玩家跟我交换物资，他丢了好多件衣服，都捡不起来了，我已经晒爆了。好笑。